胡大东在我们剧里面是很重要的反派，那他串起了整个故事。我这一次稍微把之前所演过的其他的角色稍微调整一下，本来拿到剧本的时候感觉这个胡大东好像心事重重的一个状态，好像不太多话怎么样的，到后来我想说让这个角色更活一点，更有人性，有血有肉一点，我把一些比较写实的一些情感啊都放在里面。虽然作为反派，但是这个反派其实还是有他人性的部分，那这个就是民族歌本身具有的东西，所以他在呈现那些反派那些不管是邪恶啊或者是仇恨的时候，你还是看得到人在里面，而不是只是演一个坏人。可是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